有木栅人在这里吗？在右，右，保一路，完美，31号，完美。哦，美女，那我找到你。哎，我想说的是，很多人来，但是木栅这个地方，我不单只代表木栅，我代表所有的东区，你是三峡、是永和、中和、板桥、新店，随便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只要不是信义区，我就没有限制，好吧？我就代表你，好不好？我们代表所有的蓝领阶级。哎，接下来我们要 party 了，我等一下需要你们做的事情。我希望你们拍手加唱歌，有点会像是啦啦啦啦啦啦，唱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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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唱啦啦啦啦啦啦。等一下 ，Let's go。酒杯都举高，那些啤酒塞不让骆驼天翔在做体操。他说不敢喝得太下，就怕朋友明天笑。他说他快吐了，快撑不住了，我假装没听到。小姐，我不来谈恋爱了，我懒得听你废话。喝酒要开心，不是迷，上面问我会不会怕，忘了自己人生分别在一旁边的陌生人。兄弟们喊着 face down ass up， 但是会不会来？We looking for some bad bitch， 我直接先走捷径，把包厢用的像拍摄 Amy， 虚脱晚点决定，希望不是 bad trip， 我今晚还想回去，该到的都到了， but what the fuck is money？Hold up!